我有输一阵，那目睭好在。那今日介欢喜吼，啊，有咱这个官方的这代志，啊，包括校长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过来啊，对这个扶持咱这个毛地生，毛地生台湾没有这部电视，你看他尴尬毛被走，哦，啊，拢在追求那个农道的书记的代志，哦。啊，毛地生哦，我第一届看了，推推镜头片，我是感觉这个人食到肥肥，这无完无了，那还不够，你搁提分找我行一日，拢喘气西。哎，这个我倒是写一本遐册，讲台风台你看嘛，这就是咱李明进老师写《彩虹路》，啊，因为当时写彩虹路，可能李明进老师也咧在职做教员。有足侪资料啊，可能爱去大陆、去北京啊、故宫去找寡资料来印证做证。你写文书是像我这样凊彩讲讲，一定爱有证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这是真费心的代志。啊，注意写论啊，不是骗书，上重要的是，咱这个无底深的，伊就有迄个执着甲认真。伊才讲咱。这个这古早这一般五线，就是台二七线，是明末的时阵到清朝，一直到日治时代，一直到蒋介石才发生个一代。如果这条线的故事，甲发生的这事情，如果咱拢无要插潲伊，咱台湾的本土历史啊，可能会失色60%。你看看，甲咱台北啊、屏东对高雄到台南，这条台二支线，伫这个附近发生的这事件咯。所以咱现代人袂使讲唔知影字，甲咱小小一个讲话，出两个字。啊，当时我讲过一个故事，我个毛医生老讲，啊，这两个年你结婚了一个，哦，啊，这数字不是看迄个或者啥。旗杆座，啊，佫有一碗酒楼写的诗，一碗酒楼我亲身写，我亲身记的，我还要刻字，我嘛会刻红白，你若需要来甲我讲，我还要会刻。要来讲给大家听，我今仔对毛医生的尊重，就是讲看了万丹咱的文化的传承，看了迄个曙光，因为真可惜，咱万丹介认真的李明进老师。啊，当初英年早逝，还有人听我的话，你只大家爱听我的话，要啉烧酒，啉好酒，唔好食迄歹酒。李明进老师就是咸，拢食迄六角的，讲迄一罐500，有够出外口面人啊无，结果唔在姜味啊做哩，食到拢胃啊烂去。所以咱后尾啉酒的人听我，一定爱食好酒，啊食。胃无要紧，咱啉较少咧，透滚水，对不对？食安练就好，胃练就好。遐身体改着嘛，即个面咱都看了真侪好。今仔日新增国外个好友，是新建个新增啊。啊，因为我是新增国外面个，遐有在你新增国外，你新建。后日吼，啊，多谢大家，我今仔无爱讲介济。是安怎？抱一个介欢喜的心，看了万丹的戏嘛，哦，多谢啊。